进师仪式由慈纯义德爸妈先开始，同学们也制作卡片表达谢意，老师的叮咛还是挂念学生的未来。这时候就是你们最好开始要去思考你们未来毕业的方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因为一旦你越早确定你未来的方向，那你就可以呢在这四年里面准备好。这是在迎新后慈大传播系首次举办班聚活动，慈纯义德爸妈们不只是来奉茶，也带来了应景的柚子和月饼，是演员也是义德妈妈的林佳丽，炒热现场气氛。大家都一直在义德两位班聚下开心的生活。这个每月一次回来呢，接受爸爸妈妈的关心跟爱，然后不要觉得有压力哦，因为我们就是你们的好朋友。从马来西亚来就学的同学们在这找到家的味道。自己从小就很喜欢这些媒体的东西，然后也有看到那个大爱台，听很多学长姐说这里的食物比较多，而且跟老师跟同学的关系也比较亲近。简单的活动有着深深的祝福，让佳姐的到来更加温馨有意义。大爱新闻之声美智工王倪虹、张义川、花莲报道。